这两天有个朋友发了张轮胎图，说让我帮忙看看。哎，就是这张，用的是邓禄普的 D212 光头，热胎胎压打的是 1.4 bar， 基本信息如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纹路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才能解决它？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下期视频我们公布答案。